will destroy the world after 10 seconds and set up my kingdom.这是秋娘给我搭掉的牙齿，这个我要自己收藏。啊，校长，我求你，是我要求求你了。我们学校实在容不下林秋娘了，求你们放我老头一条生路。大老师、大同学、大校长。 加州不要你，新奥尔良州也不要你，就连德克萨斯州也不要你呀！都管你宠成这个样子了，现在州州都不要你了，你叫我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去亚洲。亚洲在地图哪里啊？啊，亚洲？我不去。你必须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你老爸。老爸。 老爸，我们去哪里呀？去亚洲。儿子，亚洲好，亚洲啊，有舅舅。你不是超级英雄吗？你可以帮妈妈保护舅舅。 舅舅长得丑吗？如果太丑，我很难保护的。 这么老，姐，喂，袁兰，你到机场了吗？我这不是正在路上呢吗？还有几分钟就到机场，那你可得替我照顾好她。 在我们学校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他的。而且，我的音乐梦想基金你可千万别忘了。行了，你放心吧，忘不了的啊。哎，不说了，我已经看到秋楠了。I love you.
老师。严老师，你是要去哪儿吗？嗯，对啊。要不然我送你吧。好啊。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二老师，那个，你真的要去美国呀？对啊，我觉得是一次交流学习的机会。啊，对。那我外甥在您班上，就麻烦您多费心了。嗯，你就放心吧。袁老师，啊，我就不麻烦你了，我真的得来不及了，谢谢你啊。别别。箱子里的东西可值100万呢，我们要发财了，我马上去接你啊。算了，你就在那儿等我吧。100块钱买糖吃，十来年没打架了，你非得逼我是吧？我打不死你！小朋友，电话给你拨通了。Thanks。啊？哦，不用 thanks。Hello， 是警察局吗？兔子，小朋友，
警察叔叔很忙，别闹了啊。兔子的话你就自己拿回去养吧，啊。兔子，听好了吗？小杨同志，麻烦您了，一定要找到我外甥。啊。小朋友，你坐我的车可算是赶上了，知道吗？我可是的哥界的吴彦祖。吴彦祖，知道吗？不知道啊。相声界的曹云金，听说过吗？不认识。不说话。美国长大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有什么不知道？你手上那个小兔子可挺可爱的。听说过龟兔赛跑的故事吗？知道，最后不就是乌龟赢了吗？你看，错了吧？最后是乌龟和兔子一块儿赢了。钥匙呢？满世界找你，女厕所我都找了，你个小屁孩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？谁小屁孩？你。我来中国是来保护你的。我呵。你跑哪去了？我怎么找不到你？你管得着吗？我给你打电话为什么不接？手机丢了。是理由吗？给我打着。喂。姐。啊，我刚才。手机丢了，还刚找到，我们俩早在一起了。你，他吃大餐呢。啊，你要找他？喂，妈，我跟你说实话。不要。其实我挺喜欢中国的。好的，挺好的。对不起，请原谅。箱子里的东西价值连城，找不到箱子，杀！这是什么意思？睡觉。我不跟男人一起睡。哼，我是你舅舅，不是男人。舅舅不是男人吗？啊，舅舅是男人，但舅舅不是你想象中那种男人。来，往那边点。那是哪种男人？舅舅是一个……哎，别问我了，睡觉吧。我很认真的告诉你。
出去睡。哎，这是我家，我凭什么出去睡啊？手机拿来。干嘛？我给我妈打个电话。我是你舅舅，这是我家，我不许你养兔子。怎么了？你要干嘛？哎，你说他，哎，别动了，别动，别过来啊！你救援的，我跟你说，你别靠近我。你别过来！哎，别过来！各就各位，预备，开始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出来，救我，救我！大白黄，大白黄，大白黄！到了学校一定要听安然老师的话啊，千万不许捣乱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安可。那这是我的一个超级优秀勋章，给你。谢谢。有了这个勋章以后，你就能变得很厉害。马老师，马老师。啊，好好好。马老师。好好好。干啥呢？行。叫校长，哎，就校长，我监督一下学生上学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好好好。你看你这个肚子，我这不早上吃多了吗？老拿肚子说事儿。哥，说啥呢？你的书到了，到了，爆破！哎，马拉松，这太好了。哥，你说你咋这么厉害啊？你说你都能写书，你这玩意儿。哎呀，兄弟啊，啊，人啊，总得有点追求。是，我的人生目标呢，就是当一名爆破专家。哎呀，谁曾想当体育老师了？你有啥人生目标？我的人生目标，我就想当一个歌星。你死了这份心吧啊！你呢，就做保安，做到保安小队长，你这个人生就圆满了。行，好吧。马老师，哎，马老师来了，来了，好，快走，好了，走。五。咦，哟，马老师，安老师，好巧啊！你说上班的时候我们都能碰上，一起走。好啊。哎，最近呢，我出了一本书，《爆破专家》。爆破专家。听说你要到美国？嗯，对啊，我就是去那深造学习一段时间。我也申请了去美国。哎，安可，安可，你是不是喜欢刚才那个林老师？大人的事啊，小孩少管。你喜欢他，你就应该告诉他。我警告你啊，待会儿见到安然老师，不许乱说话。哦，原来他就是安然老师。安然老师好。嗯。啊。早啊，安然老师。早啊，袁老师。
你就是林秋南吧 ？Yes， 姐姐你好漂亮。别乱说话，叫老师。老师姐姐你好漂亮。不许调皮。二老师，我这外甥刚从美国回来，可能还不太适应，麻烦您多费心了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多关照他的。I love you my baby， 你的眼总让我沉醉，风吹起你的头发，感觉像在飞。不许闭嘴！我在 say hello， hello everyone， 我叫林秋南，今年10岁了，来自 America。我有一个梦想，就是成为 superhero。我来中国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拯救你们。在美国所有的校长都被我征服了。哎呀，老师，麻烦你也出来一下。我能坐这儿吗？老师让你坐这儿了吗？我就坐这儿，怎么着？哼！这学生太淘气了啊！你要多加管理啊！另外呢，这次去美国交流，全国就这么几个名额啊，你要好好把握机会啊！秉承咱们学校的优良传统。好的，校长，我知道了。好。哎，你胖了。老师来了，老师来了。新来的。这才是我们学校的老大，还不赶快叫老大！你们也太 low 了吧！你 low 什么 low？ 以后啊，听我的，我罩着你。我罩着你还差不多。你敢来我家道馆跟我 PK 吗？好啊，走。还有挑战我呢？谁呢？怎么样？怕了吧？少废话，来吧。
谁是老大了吧？你要是能打败马老师，我们就拜你为师。马老师，哥，你不急成小霸王吗？咋的？咋没打成？急成小霸王？你当时在现场，那个人身高1米8，体重180，那叫嗖嗖嗖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东西呢？小朋友饶命啊！小朋友饶命！不要打我脸！少废话，箱子呢？啥箱子？别打我脸，别打我脸！箱子被那小朋友拿走了。是他吗？是吗？我不知道啊。是他，我用我的脸担保。小心点。哎哥，不是说1米8吗？我不能吹个牛啊！好，同学们，看看谁能把这道题解答一下。老师叫你去擦黑板。好，林秋南不错。你干什么？让你把黑板擦了，回去。我也不知道，问问他。走。哎，秋南，你跟我们说说呗，你们那边上课什么样？反正不是你们那样。那是哪样？我们平常没有家庭作业，而且我们比较自由。要不等下你跟老师说说，我们也想像你那样上课。好吧，那你们得支持我哦。好的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你就放心吧。一定的，我搞定。林秋南，请坐。老师，我觉得我们上课应该可以随意些，自由些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对不对？秋南，你先坐下好吗？老师，他们都支持我，支持我的请举手。请同学们把书翻到35页。林秋南，干嘛呢？别跑！臭小子，给我站住！哎，大哥，你是天天在学校里欺负这个打那个的，怎么你还不高兴了？我没欺负人。他们先欺负我啊！好好好好啊！好，就算啊，就算是他们欺负你，那你也不能动手打人吧？啊，给小龙女的。以德服人，上来吧。同学们，注意力一定要集中，反应要快，传球要准，来，接球要稳，是吧？
上次上课的时候。安老师，袁老师，请来一下，来一下，帮帮忙。过去吧。同学们，我们请二位老师帮我们做个示范，好不好？好。安老师，我呢把球传给您，接住了啊。好。接住。哇，哎呀，安老师，您这个反应力太快了。来来来，给。都看到了吗，同学们？这就叫反应力。杨老师啊，我们做个示范。好，没问题。我那一会儿把球传给你。哦，同学们看到了吧？这个袁老师注意力不集中，反应力过慢，还好吗？没事。那咱接着来。接住。啊，去。我。我。看准了。跟紧队伍，队整齐了。慢走，走你，去走去，怼不死你儿。尝尝我的肉，可香了。我这儿有两张电影票，你陪我去呗。咦？阿仁老师，你还好吗？哦，没事了。阿仁老师，这儿有肉，你吃吗？啊，我不吃了，谢谢。哟，舅舅，你在追阿仁老师吗？别瞎说。在很多电影里都是这样，喜欢就直说，不喜欢就拉倒。阿老师。我觉得你跟我舅舅挺合适的，你们两个就在一起吧，一定要在一起，一定要在一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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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一起。他说什么呢？在一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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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一起。在什么一起啊？一起。学校里边拉拉扯扯像什么话？松开，你把手松开。你干什么呀？什么呀？你牵着他的手。我。哦，对不起，安老师，你说你拉拉扯扯像什么话？为什么不可以啊？这是学校，怎么坐下？啊，袁老师，是你让孩子这么做的呀？不是啊，你可拉倒吧，什么不是？就这种伎俩都是我马拉松玩剩下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？哦，对不起，我的意思是，你让安老师多难为情啊。你让安老师多尴尬呀，对不对，李老师？你这像什么话呀？啊，安老师，你看还把安老师给气走了。安老师，论颜值，论气质，你比得过我吗？你还是放弃吧。安老师，安老师，安老师，舅舅，你吃点肉吧。吃什么吃啊？这是我的肉，你这人呐，没眼光。一点都不知道珍惜眼前人，你就活该单身一辈子。你不配，舅舅，叫什么叫？别喊我舅舅。你知道你给我惹多大麻烦吗？你让安安老师多尴尬。舅舅，你是不是没吃上红烧肉就生气了？别理我啊！别跟我说话，别靠近我。上马老师的跆拳道课了，我也是，马老师太可怕了。让你出来！上课。起立。立正。敬礼。老师好。压腿准备。别给我偷懒啊！
谁要是偷懒，我可罚你们。好好坐。莲心，啊，后腿后腿抬起来，挺胸抬头看肩膀，让你平时偷懒，这会儿知道疼了。认真点，下去，下去，抬头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。马老师，我要和你单挑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我要和你单挑。单挑？你说你这孩子是不是不敢？是，老师不敢，老师是怕伤着你。不用你管。小小年纪口气不小。好，那我先绑着双手。好。来。老师刚才是跟你开玩笑的，绑着手，怎么能行呢？哎，哎呀，接下来我说的每一个字，你都要给我听清楚了，点到为止。不错，好，这第一局算我们两个打平了。啊，接下来这第二局，你给我认认真真的听清楚，我打你，你不能还手。站住！跑！站住！站住！跑！站住！跑！折了，胳膊折了，哎呀，啊呀！兵不厌诈，哎呀！哎，校长。袁老师，今天我才知道林秋南是你外甥，你可真行，就剩俩合起伙来整我是吧？马老师，不是我说您，您跟一个孩子动手还输了。我输了吗？我那是让着他，你说我一个老师怎么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呢？那你也不能跟孩子动手吧。哦，他说什么您就干什么，您这也太好斗了。那是我好斗吗？那是你外甥太调皮。原来你外甥什么样你还不清楚吗？你还把他放在安老师这个班，居心何在？这不明摆着是想拖累安老师吗？马拉松，不许乱说话哈。
你再给我指一个，我指你了。你再指，我指。再给我指，你要干嘛？你是这，好了好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校长，是我管理的不好，这个责任由我来承担。校长，不怪安然老师，您处分我吧。对对对，校长，这事跟安老师一点关系没有啊，责任全部在原来。你离得远点，以后别跟这种人说话啊。松手，干嘛呢？松手，松开马拉松，你给我松开。安静，我只说一句，你们家条。为什么受伤的是我？袁老师，你是怎么叫外甥的？尊师重道，懂不懂？他哪懂这个呀？还有你，鸡蛋碰石头，石头碎了，啊？你，哎，老师，学校这么器重你，你不能让学校失望。你们都出去吧。马拉松，你给我留下。舅，没事吧？我看看。舅什么舅啊？都是外甥，怎么差距这么大呢？啊！你看看你这个肚子，那这跟我肚子有啥关系啊？秋楠，嗯，这个给你，嗯，谢谢你，不用客气。哦，对了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哇，好可爱的兔子啊！你喜欢？嗯，拿好了。要是能借我玩两天就好了，好吧，那就让你玩几天吧。真的，太好了！有点，林秋楠在那儿。林秋楠，秋楠，秋楠。那我先走了。好。嗯，师傅，请收我们为徒吧。干嘛呢都？以后你们就是我林秋楠最好的朋友了。太棒了！我们是个组合。对，那就给组合取个名字吧，师傅。嗯，那就叫中国复仇者联盟吧。我是钢铁侠，我是绿巨人，我是雷神，我这是功夫熊猫，哈哈，我打！我是大圣。哎呀，你还归来呢你。行了行了，太麻烦了。我妈说我们都是龙的传人，那我们就叫龙拳小子吧。龙拳小子，好。听师傅的，叫龙拳小子。林秋楠，老师来了！老师来了！老师来了！我们先走了。你给我站那儿！师傅再见！师傅再见！拜拜！师傅再见！好啊你啊！不是我说你，你知道你给安然老师惹多大麻烦吗？要不是安然老师帮你说好话，你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？打老师，你可真有能耐！哎，这不全是秋楠的错，你别责怪他了。秋楠，没受伤吧？嗯，真乖。那咱明天见了。嗯，刘老师，走了，拜拜。下午为例啊，啊。对，就是这儿。待会儿我找箱子，你别说话，知道吗？嗯。
这是什么东西？乌龟啊！你要干嘛？这不是我要的东西。兔子呢？什么兔子？你们耍我行吗？好，大不了你这100万我不要了，我们不干了，走。你要干嘛？答应我的任务完成不了，只有死。上。见不了兔子，你就见不了他。舅舅，你今天怎么喝那么多酒啊？因为舅舅高兴啊。哦，我知道你为什么高兴了。啊？是不是我打败你的情敌了？哎，这个是男子汉间的秘密啊。好。春楠，你看啊，你现在是男子汉了是吧？是啊。有件事呢，你向舅舅老实交代一下。嗯，在美国有没有交往过女朋友？没有。啊，没有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。就是。你们俩现在怎么样了？分手了。哟，为什么呀？我觉得我不够爱他。嘿，你不够爱他？你个小屁孩，你懂什么是爱吗？谁说我不爱安然老师？去美国就是因为安然老师。我跟你说，舅舅活了20多年，就喜欢过安然这么一个女生。他马拉松非要跟我抢。江南，舅舅有的时候真的想像你一样，狠狠地赢他一次。
干什么你？挑战书？嗯。哼。林清南，我是不会接受你的挑战。三日后跆拳道馆，谁赢谁得安然。原来。马拉松，你真的太厉害了！你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安然老师，请到跆拳道馆来。我想，原来老师要出事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代替我舅舅来挑战你。你添什么乱呀？赶紧走，让原来过来。马老师，你是不是不敢呀？我不敢。你没听过那句话吗？大人的事儿，小孩子不要掺和。让你舅舅来，让原来来。我就是原来，我舅还是校长呢。赶紧回去。如果你不接受挑战的话，那你就得放弃安然老师。你放肆？怎么跟老师说话呢？赶紧回家去。来，不来。来，不来。来，不。来来来，不！你来，我不来。来，听我说，别走，你得来。对，你赢了，你赢了。啊哈哈！哎呀！我去！怎么来这套？马老师，我的手。林秋南，你怎么又欺负老师？我没有，我。安老师，你还好吗？我的手可能骨折了。这个是安老师，请把我的帽子还给我好吗？我的手骨折了，可能。你太不听话了，安老师，我败了。祝福你们两个。马老师，你怎么了？秋楠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这就是你对爱情的态度吗？啊？我在你心里算什么？不是我。马老师，我们走。谢谢你啊，老师。太欺负人了，他们。
秋楠。哎呀，老师。安然老师，嗯，班会没过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坏孩子。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美国那边不要我了，这里也不适合，舅舅也不要我了。秋楠，我记得你讲过，你的梦想是成为一个超级英雄。那其实每一个超级英雄在成功之前，他们都是经历了很多的困难，会不被世人所理解，可是他们并没有放弃，而是坚持了下来。所以呢，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去好好的睡一觉。雷秋楠，雷秋楠，雷秋楠。老师，袁老师，秋楠在我这儿，你就放心吧。袁老师，谢谢你。没事了，晚安吧。马老师，你要干嘛？酸。不酸呀，这橘子特别甜。心酸。是不在，那我们去问问医生吧。好，走。姐姐，马老师呢？他已经出院了。这不是小龙女吗？教授，这是目前唯一的一只血兔。是的，你看这只血兔，眉心间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标记。血兔是医学界的奇迹，它的诞生将挽救很多人的生命。可是这只血兔已经被不法分子盗走了，到现在还下落不明。老师，我该怎么办？兔子现在在哪里啊？在天心家。行，咱们取回兔子，然后去报警。啊！啊！你要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捡到过一只兔子？他的名字……我不是坏人，我只是……哎，小南。你是谁呀？我不是坏人，我只是想去找兔子救命。啊！小朋友，交出来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快点，快点！兔子，把兔子交出来！你们等等！哎，老师，我们去找警察。好。为什么要抓小朋友？不是只要兔子吗？放开他们！警方通缉的是你们。
这只兔子是医学界的奇迹。如果我可以拥有它，它就能带来一大笔财富给我。你们两个实在是太愚蠢了。什么？你个小胡子，你就是个王八蛋，放了我们！老板，您的兔子到了。先把他们放，兔子就还给你。快走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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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救
带走，老板，小孩跑了。兔子在哪里？二人，放开他！女行就没事了，我就成全你。把他带走。朋友，你胆子真大，敢跟我斗！乖乖的把兔子交出来，我就放一条生路。我才不会把兔子给你！先把人放了。
跟我斗行吗？今天我受伤了，别逼我出手，听见没有？小心我逮你！我对你不客气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别过来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不是，不是，有话好好说。别欺负孩子们！什么？
光，一起看日出，一起等夕阳，一起去实现所有的梦想。能不能就这样陪你去流浪？能不能看着你靠在我肩膀，擦干你的泪，等下一个天亮。我在你心里算什么？不是我。哦，一生为你，我身不由己，以为你就是我的勇气。哦，一生只要。其实很久以前，我就给你写了一首歌。你想吧，我现在就想听。老师们、同学们、家长们，我今天只说一句，我执教生涯这么多年，他们是我遇到最好的孩子，他们是家长的骄傲，是我们老师的骄傲，也是学校的骄傲。我相信将来他们更是这个社会的骄傲。那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龙泉小子。还不一样啊！有一条河，是乌龟驮着兔子一起过去的，所以他们俩一起游了。一个大笨蛋！